很少见到陌生人。 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 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
需要目标。我们都管好自己的事就好。身上，内陆人是吗？想喝杯茶吗？祝你一路顺风。祝你安好，祝你一路平安。想喝杯茶吗？航行顺利，祝你一路顺风。
这里很少见到陌生人。再说降临在女巫身上。很高兴能认识你。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呢？稳定向前。有听到什么风声吗？你先忙吧，幸会，幸会。保持冷静，继续前进。内陆人是吗？烂掉的骨子也可
先选定目标。来洛岗村有什么事啊？想买点什么东西吗？索斯瓦屹立不摇。贝拉，我需要你跟着这个人帮忙带上找到的物资，好吗？
范围内。要先选定目标。他太远了。先选定目标。
好，外来者。驾，前往亚罗姆之地，贝拉。找威奎斯特家的人有什么事？坚持才能获胜。真不敢相信我会在这里。父亲以前告诉过我这里的故事，这里藏着我们家族的古老秘密。那时威奎斯特家才刚在这片土地上落脚，我们一定要找到入口。找到了，就在这里。你好，外来者。那些女巫一定会受到制裁的。很久以前，在库尔提拉斯刚立国的时候，我们族人遇上了一群凶猛好战的野蛮人。这些野蛮人自称为佐斯特。佐斯瓦是这些人的家园，他们就是从这里一再地到我们小小的村庄烧杀掳掠，不知道持续多少年了，直到我们威奎斯特家族的祖先决定不再姑息，挺身反抗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小心！魔法惊扰了佐斯特祖先们的灵魂，我们一定要小心。我的祖先在跟佐斯特作战的时候，面对的傀儡就跟这些很相似。威奎斯特家的人都很勇猛善战，但佐斯特的魔法太过强大，当时我们几乎就要输了。最后扭转战局的是我们的学者。小心！啊，谢谢你，我刚刚还以为会被抓住。我刚说到，战争的局势之所以能扭转，是因为学者慢慢发现了佐斯特魔法的弱点。他们整理研究成果，应用在武器和战略上，找到击败那些野蛮人的方法。有了这些知识，我们总算能把佐斯特赶回山里去了。学者把秘密藏在这里，以防恶人得知。
样子前面有石头挡住了，你能清出一条路吗？等等，事情不太对劲，小心，在你后面。傀儡，你还好吗？啊，我在说什么？你当然不会有事，他想打倒你根本还差得远呢。快过来，书卷应该在这里没错。找到了，禁火会留下来的一切都在这里了。你准备好要重拾远古的历史了吗？有什么事吗？一帆风顺，如果你想了解禁火会的奥秘，就拿起书卷吧。书卷里的知识会赋予你和我们的部队需要的力量，去消灭那群玷污这里的邪恶女巫。荣耀归于威奎斯特，古老的禁火会就此重生了。看来，我们得准备杀几个女巫了。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完成了，亚罗姆之地见。我的智慧只分享给勇敢的人。你是来寻找知识的吗？
小心那片树林。